10月18日下午 ,Produce 48出生的矮子网成员恭喜孝良金敏周 After School 成员李佳恩练习生徐允珍出席在首尔东大门地区举行的 2019SS 首尔春夏时装周。当天恭喜孝良金敏周身穿亮色卫衣下搭超短裙甜美可爱闪亮登场。李佳恩徐允珍则是黑白为主色调的搭配清爽干练。此次时装周是 Produce 48结束后几人的再次相聚。据悉矮子网将于29日在奥林匹克火举办出道秀康，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。